一个人的街拍怎么拍？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这种街道的一种环境，那么我们是如何拍出一个人的这种高级感呢？我们教学来了。Never be my hometown girl. There's nothing like her in this world. I'm tired of the get around girl. Ain't nothing like my hometown girl. You told me you were cool with kicking it in my crib, in my pool we'd be dipping it. But some days you would look at me so different. Ooh, why?那整个的拍摄呢已经结束了，我们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呢，我们让演员去几个场景里面，那么我们针对这几种场景呢，我们分为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几个不同的景别来进行叙事，然后我们进入到后期的穿插剪辑之后，然后就直接出效果了。我们看成品。回头当天的一切像泡影，原来天荒地老总会明，这晚上此刻的心情，我在盼望仍然让你知梦里难平。为何痴心的感觉未冷冰，然而始终没法可决定，我带着不该的表情与你对望，悠然像已没有事情。回头一生中几次未看清，仍然苦恋共你的爱情，我继续奔波中不停，每晚每日如何让你知是与是情。遥遥长路寻背影，恋恋爱去如流星，盼望原谅我不要问究竟，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亦有着。